回家吧，别跟着我受苦了。昨天晚上我真的喝多了，弄得大家都挺尴尬的。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，大家都不方便。好了，你别说了。我自小是你华佗的童养媳，昨天我们已经正式成亲，不管你心里有没有我，承不承认，你都是我男人。 你若觉得不方便，你住在这儿，我睡在外面草棚。是我，我有位绑架的，松手！干嘛呀？哎，你帮帮我，我要见明星。 哎呀，袁化呀，你放林大师救我，让我多活2天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啊，上回帮明星小姐逃走，把谢林大人调虎离山的事，现在已经怀疑到我了，你知道吗？问候几次了？我也，我要再帮你，再帮你我就调脑袋了。我想见他吗？他伤好了没有？有没有想我？啊？不行，好了没有。你不帮是不是？不帮。好，拉倒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哼。 喂，别再给师傅添麻烦了。你去看看，哪来的鸟啊？ 是你吗？喜莲，是我，我是袁化。哎，小姐还好吗？喜莲，看到小鸟了吗？小姐，不是鸟，是华先生。你让他走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哦，华先生，你快走吧，小姐她不愿意见你。哎呀。 我有事儿，那你快说。你告诉小姐，你说之前发生的事儿都是我的错，我要当面跟她解释。城南有个破庙，哎，你告诉她，我会在破庙等她的，不见不散啊。哦，好。二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没钱没物的被赶出来。 我能放心吗？你一出门，我就让小师弟跟着你呢。哎，我给你收拾了一些衣物，够你们换洗一段时间的。我攒了些银子，先拿着用吧。哎呀，这些我们不用，那个我自己会挣。那你最近吃什么？就算你不吃，惠娘也不能跟着你受苦啊。拿着吧，我借你的，要还的啊。拿也行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件事。这借钱还有条件啊？ 谁叫你是我的好兄弟呢？谁跟谁啊？对吧？好了好了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明心受伤了，谢灵大人一定不会让我给他治病，我爹他不愿意去，现在只剩下你，啊，所以嘛，你就帮我好好照顾一下明心啊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惠娘面前，你就别提明心了。 行不行？行啊行啊，还会讨价还价了。好了，不跟你多说了，来拿着吧，要让师傅发现了，又该骂我了。那我先走了。行，走吧。 慧娘，你睡这儿，我睡外头去。别，你睡这儿吧，我睡外面。给我。我都说了，你睡这儿，我睡外头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你就回家去。
什么？华佗被他爹逐出家门？对，全乔郡的人都知道了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听说住在南城的破庙里。活该，让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。小姐，我觉得华佗他昨晚肯定是喝多了。别提他，烦。回娘，你也吃点吧。小姐，来喝点粥。喝点吧，你不喝身体不行。明心，县令大人，爹。啊，好些了吗？哎啊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个傻丫头，今后再也不能干这种傻事了。你若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向你死去的娘交代呀？好了好了。爹爹今后再也不逼你嫁人了，除了华佗，你愿意嫁谁都听你的。不要再提华佗，我不想。哎呀，我不想听到这个人的名字。好了好了，不提他了。你的伤啊，还需要静养医治。我看胡半仙啊，也就是装神弄鬼还行。你的病可不能儿戏，所以我打发他去做征兵体检官了。爹爹重新给你找一个大夫。爹，我想让吴成来给我看病。吴成，就是那个跟你一起中箭的吴成。嗯。哎呀，为什么要找他呀？为什么非要找华家医馆的人呢？整个乔郡就是华家医馆的医术高明。我不想见华佗，他爹肯定也不愿意来。那剩下的，就只有吴成的医术还行了。真的没有别的原因吗？还能有什么原因啊？好了好了，爹派人去找他，你好好休息，照顾好小姐。是。小姐，你让吴成来给你看病，是不是想从他那儿打听华佗的事儿啊？就你话多，我都说了。不要再提这个人的名字了。哎，停车，停车！大人，我让你协助征兵，你征来的就是这么一群豆芽菜。大人呐，这些都是我用尽了我在太医院之所学，我千挑万选得来的呀。大人呐，您看呢？他们瘦归瘦，但骨头里全是肉啊！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我全都看到了，你给我滚下去！是。县令大人辛苦了，都尉辛苦了啊！县令大人，征兵进展的如何呀？啊，这个人数倒是不少，可若此时上阵杀敌的话，还恐不利呀。嗯，大人所言极是。这些新兵不懂刀枪，不懂兵法，不过
上阵杀敌，需要的不是体魄，而是胆量。有勇，也可以小胜大；无勇，多易败少。只要乔俊的子弟兵们同仇敌忾，有必胜之决心，有杀敌之胆量，董兵何惧之有啊？都尉说的是。正如我的这些曹家军一样，只要操练得当，上阵杀敌，亦能杀出军威。哎！啊！哎！哇哇！啊！哎！啊！啊！啊！哎！真厉害啊！哎，让大人见笑了。都尉领兵有方，定大有作为。啊，我先行告退，不打扰了。县令大人，慢走。雪莲，请你们家小姐喝药了。吴先生，这药有用吧？当然有用。喜莲，华先生他怎么样了？我师弟他因为被师父逐出了家门，现在是没吃没喝，没住没钱。不过好在有慧娘陪着他，所以他一切都还好。慧娘陪着他？慧娘是我师弟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当然应该由他来陪着他了。可是喜莲，你怎么那么多话？还是请你们家小姐喝药吧，过两天伤口就好了。明心小姐，一定要安心静养。在下告辞。吴大夫，我这儿有一些水果和点心，一个人也吃不完。若是你不嫌弃，可以拿回去；若是你一个人也吃不完，可以问问你的师兄弟们有谁需要，送人也可。在下多谢小姐好意，不过吴某不爱吃甜食，我的师兄弟们在医馆也都不愁吃喝，华佗和慧娘嘛，想过自己的小日子，不想被别人打扰，所以还是算了吧。喜莲送客，告辞。请。一百九十九，两百，行了，大叔，一百零二，别显摆了。来，兄弟们，来，哎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快快快快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这里没有外人啊，实话跟你们讲，导引术呢，我可以教给你们，不过导引术是用来强身健体，它并不适合用于打仗。哎呀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华佗，他不能打仗，你叫我们有啥用啊？当然有用了。它可以增加身体的灵活性和柔软性。哼，你忘了，我就是用导引术把你顶趴下的。你别吹牛了，你怎么？咱们来一局？来就来，怕你啊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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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宗的养生之术被你拿来顶拐，造孽！哎，华大夫，华佗他教我们导引术也是好意啊。嘿，华佗，谁是华佗？他已经被我逐出家门，可以用这个"佗"字，
但化姓我不认，这个逆子。你消消啊。那你还叫我逆子？哎，你别说了，我以为这两天出去能长点记性。好，我管不了你，你可以玩，但是以后别用我们画家的导引术。行，从今天起我不再用导引术，我要去发明一套新的拳术，比导引术还要厉害。哼，就你刚才那几下子，充其量就是狗爬猴跳，连拳术都不算，还养生？狗爬猴跳怎么了？哎，华大夫，你提醒了我，谢谢你给我的灵感，我的这套拳术就要以观察动物的形态来完成。嗯，不错不错。你朽木不可雕也。华佗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算了，走，咱们喝酒去。你都被你爹逐出家门了，哪来的钱喝酒啊？你说对了，你请客呀。啊，别再拉着我了。又是我。慧娘，原话呢？他不在。你过得好吗？挺好的。袁化对你好吗？挺好的。你怎么能住这种地方呢？你还是跟我回去吧。袁化不在，你要有什么事明天再来找他吧。拿着吧。这钱我不能要。你不要？不要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呀？我可以帮别人洗衣服做饭，我可以自己挣的。我知道你能干，慧娘，我是不忍心你这么吃苦。吴成，你别这样说，我是袁化的媳妇，再苦再累我都要和他在一起的。拿着吧，够你们俩花一阵子了。真的不能要你的钱？是因为我的钱你才不要吗？哎呀，这钱真的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是谁的？师傅的呀。啊，拿着吧。这拿着。两军交战，不斩来使。请回，请回吧。方才所言，还请县令大人三思啊。哎呀，董彪满门被杀，却是曹操所为。董太师不相信我的话，我就没办法了。所以，没有董太师手谕的话，就恕我只能同曹操联兵，以求自保。如此说来，大人是想让太师亲手写下赦免之信，方能里应外合交出曹操。啊，也罢，我且速速与你讨来太师手谕。不过大人如此所为，恐太师误会，要挟恐吓，还请大人三思。请回，再说吧。啊，三日后董卓大军将至，到那个时候若大人能够及时交出曹操，一切既往不咎，如若不然，满门抄斩。
爹爹。嗯。哎，明心，你怎么来了？爹一整天都待在书房，也不出屋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特来看看。哎，你放心吧，爹没事。爹爹在为战局发愁吗？你身体还没好，应该在房间里休息。战局之事，爹心里有数。我知道爹爹心里有数，可是这人多嘴杂，就怕见了不该见的人，听了不该听的话，让爹爹左右为难。爹，我觉得董兵围城之事，爹爹不能只看眼前安危，要想得长远一些。是。这董卓现在位居太师丞相，兵强马壮。以我们乔郡这点兵，这城墙，若是与之对抗，确实是如卵击石。可是他不得人心，倒行逆施，就连乔郡的许多百姓，只要一提起他，就偷偷的咒骂。更何况，还有那么多的诸侯都想杀了他，以此成就威名。再说了，这曹操在乔郡的势力不小，实力毫不逊于爹爹之兵，若论起打仗的狠劲儿，却是更胜一筹。女儿劝爹爹跟曹操联合抗董，也是担心爹爹的性命安危啊。这些事爹心里明白，你不用挂心。大义面前，我真恨自己是女儿身，不能上阵杀敌。好了好了，你伤还没有好，回屋里休息吧。喜莲，哎，扶小姐回房休息。是老爷。回去吧，啊。嗯。说你，你跑什么呀？疼死我了！嗯，哎，嗯，哎，原来你是董贼的人呐！哎呀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他见过县令，是来劝降的。大哥，不如我们今晚先下手为强。哎，阿满，咱们可是说清楚了，我把奸细交给你，是让你有所防范，你千万不要为难县令和老百姓啊。在如此重兵强压之下，县令有所动摇，虽为不耻，但也情有可原。放心，我是不会乱开杀戒的。切，你说话可得算话，上回你可把董彪的人全杀光了。那是因为他是董卓的侄子，死有余辜。是，他是死有余辜，可是他身边的人是无辜的呀。我也是没办法。倘若县令和董彪结了亲，他岂能容我藏在乔郡之内？既然做，就做绝，我绝不给县令留退路。上回如果我在现场，我是绝不会让你滥杀无辜。这回县令要出卖你，我是不会袖手旁观，但作为好兄弟，我还是劝你一句，不要再滥杀无辜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绝不会主动诛杀县令的。大哥，难道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？你告诉兄弟们，今晚要多加小心，倘若县令偷袭，与我杀之，若无举动，绝不可贸然行事。诺。走。
谁？是我。明心。莲花。明心。你怎么才来啊？对不起，都怪我不好。你放心，我会带你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，永远都不分开，啊？嗯，就我们两个人，永远不分开。休想！爹，有我在，你休想娶我女儿。县令大人，你听我说，我华佗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这次绝饶不了你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砍了。县令大人，爹，快，不行，不行，爹，明心，明心，莲花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梦见华先生了？别胡说！我刚才明明就听到你喊华先生的名字了，还胡说！小姐，华先生他说了在破庙等你，你要是放心不下他，咱明天就去找他。好了好了，你快回去吧，我要睡觉了。小姐，那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早点睡吧。就我们两个人，再也不分开。曹都尉，县令大人，今日操练得如何呀？哎，胡半仙儿招来这样的兵，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有三支人马联合抗董了。哎，哪有三支啊？笨蛋，咱们这不算吗？没脑子，咱也算啊！废话，咱们也是主力军。亮那董贼也不可能轻易的攻进城来，啊，对对，众志成城。虽说董贼攻不进我城，但可以悄悄的潜入城内。把人给我带上来！县令大人，你可认得此人？此人就是潜入我城的董兵奸细，幸好被我们所捉。但是昨日讯问当中，他便招认，昨晚与县令见过一面，啊？笑话！我与县令大人交情非同一般，岂能随他肆意挑拨？此乃董贼反间之计。
这想让我乔俊的子弟相互残杀，以坐收渔翁之利，我曹操岂能受他的欺骗？可县令大人，此人该如何发落呢？如今大敌当前，我曹操认为当以杀之，以振军威。大人，县令大人，请。县令威武，杀敌立威。县令威武，杀敌立威。县令威武，县令威武，杀敌立威。县令威武，杀敌立威。县令威武，杀敌立威。杀敌立威。县令威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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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敌立威。但凡有人再敢动摇军心，有如此人下场。诺。夏侯勇，将此董军人头悬挂城墙之上，以示军威。好。诺。拖走。总说倒行逆施，目无君上，凡我大汉子民，人人皆可得而诛之。今天我与曹都尉在此盟誓，头断血流，乔军不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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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曹都尉，吾乃文官，不懂操练之事，还得有劳都尉费心。粮草之事，都由我来安排。我先行告退。县令大人，尽管放心吧。大哥果然高明，这招杀鸡儆猴已然有了成效。战事瞬息万变，人心深不可测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这几日你一定要把我安排的事情去准备好。好。此事关系到你我的身家性命和这个县令的是防是杀。Thank you.
平时贪吃贪喝的啊，现在该是出力的时候了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啊，再说了，我是大夫，但我是县令的家医，我能随随便便给人看病吗？我这就不错了。你是来了，你的心来了吗？心不来就不死了吗？你擦好没有啊你？擦好了。你擦好上药啊。哦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来救人呢。救什么人？这是董兵。哎呀，我不管是董兵还是曹兵，我眼里只有伤兵。别啰嗦了，这危险，快走。喂，我不走。走啊。县令大人，你有几分把握能守住城池？对，请放心，我乃乔郡县令，定与乔郡共存亡。大人不必担忧，我与曹家军冲杀出去，这一来，董兵定会以为我们据险而守，此举可以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这二来，在董兵没有重兵集结之前，重伤敌军，或许能掌握最佳时机。啊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小姐，你的伤还没有好，先进去休息吧。董军攻城，光听着厮杀声就知道凶险惨烈。这帮人为什么要打咱们乔郡啊？曹操刺董逃回乔郡，他们是想让爹爹交出曹操。曹操？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早就逃出城了。小姐，你也不会中箭呀。这都是命啊。小姐，有的时候呀，很多事情都是命，所以呢，你要想开一点，那些烦心的人和事情就不要去想它了。随我出城，讨伐董贼。讨伐董贼，讨伐董贼，出发。